大话成语又和您见面了，今天讲的这个成语叫做米珠新贵。我们都知道大政治家苏秦吧，苏秦他的结果非常好，为什么呢？他的结果是六国拜相。六国拜相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六个国家都给他当宰相。但是每一个人成功的道路上，不可能都是一帆风顺，对吧？像苏秦在拜访楚国这段期间，就遇到了一个困难。苏秦他要拜访楚王，楚国的门军一看苏秦，我们王爷没空，你回去吧。苏秦心想：好，那我就先回去。第二次又来了，这楚国门军一看，我们大王忙着，哪有时间见你们这些平凡人呢？再说，我们这些人出来进去，那费了劲了。苏秦一听就知道了，这些门官要红包，要钱呐，那能说随便给你通禀吗？你得拿钱来。但是苏秦就有这种心态，就是想，我能靠钱来买我的地位吗？最后，苏秦编了一个瞎话，就是说他用计谋让着门官向楚王通禀，所以呢，楚王召见，楚王和苏秦一谈老起来，觉得相见恨晚，这人好才华。最后，楚王要留苏秦，苏秦说什么也不要，楚王就说：“您得在我这儿多留几日啊。”苏秦说：“您这地方的米呀，比那珍珠都贵；您这地方的柴火，比那桂树都贵；您这地方的门官，比那小鬼都厉害。这地方，我怎么能待呢？”楚王一听就知道，门官挡道，想要贪赃枉法。楚王跟苏秦说：“别害怕。”最后，楚王治了那个门官的罪了，当然，他要留苏秦，所以苏秦最后的结果才是六国拜相。米珠新贵这个成语就是说任何东西都比较昂贵的意思。好了，这集的大话成语到此结束。